饱晒是上边。或者咁样讲啦，我哋冇，我哋冇放弃生命嘅欲望，有轻生嘅念头都会有。咁但系都系同我哥哥都会同屋企人讲话，都仲想生存，仲想坚持，即系日日都系咁样，就唔觉得有咩特别，系讲出嚟系会好咯。嘉慧是香港罕见疾病联盟的业务发展主任，负责对外的工作。有就马正如我见过啦，基础一嚟都系一条直线嚟嘅啫。做晒功课未啊？你条真系好惨。真系好感谢。佢呢一日同香港大学医学院合作举办真人图书馆，同医科生交流。等學生可以深入咁樣去認識罕見疾病。And perhaps we could ask about whether to bring the baby gently, how should to share information. 我計啊，咁啊，但係我條數俾大家知嘅，喺舊年咧，2016年即係香港現時有九個龐貝氏症患者正係接受治療，而嘉慧嘅哥哥就係第一個確診嘅患者，兩兄弟同病相連。一有時間，他們都會參與罕有遺傳病的推廣工作，爭取政府的支持和援助。沒問題，沒有，下去3.8了，關於那個8月2日至4日呢，現在暫時都只是誰。雖然有藥物的幫助，不過嘉慧將來會不會好像哥哥那樣失去自理能力，要媽媽照顧，他自己都不敢想像。感覺地點是近一點，即是他燒烤酒店。因為你譬如你相對嚟講咧，你話電動輪椅咁未必個個需要，係啊，都唔敢要頭壓太耐啦。咁你嘅呼吸機，我記得自己係讀緊副學士課程嘅。咁由我屋企去到九龍塘咁，經常性係會有想去洗手間嘅狀況。感覺是會忍不到了，不知道是小便可能大便都是。都持續了一個很長的時間。我是每個站都下去找回職員，他帶我們去個站內洗手間。甚至我試過真的忍不到。失禁都有。哇！今日你係去耳鼻喉科做一個覆診同埋測試啦，主要係睇翻我聽力有冇退化，因為。我患嗰個嘅龐貝氏症，會影響成身嘅肌肉，咁包括耳仔嘅肌肉啦。除咗例行檢查，嘉慧每兩個禮拜需要到醫院接受治療，每一次消耗最少半日嘅時間。龐貝氏症是一種罕見的嚴重遺傳病，患者體內缺乏一種酵素，引發漸進性肌肉無力和呼吸困難。一開始的症狀和其他神經肌肉疾病相似，需要抽血和抽取身體組織才可以確診。 Okay, let's say we pull off the miracle in the end. What do we mean by it? Isn't it better to be holding the reins in this race than watching from the stand? What?Put it through in here. I understand that Pennsylvania's in one for redistricting. This isn't just about this race, Doug. Expand your thinking. Who else is from Pennsylvania? I'm afraid I'm going to see you. I'm waiting for you and Gogo, okay? Sure. There's a place where Gogo is.
你係咪去洗手間？刪咗窗。係啊，你哋著得少。中意食咩啊？雞扒飯。講老實説話就係、是可能我哋未必照顧到父母，呢、這個都係真嘅。即係在罕病患者，可能自己自理能力都比較差。如果可以工作嘅話，我哋去賺取多啲收入去幫補屋企人嘅開支。照顧啲大 B B。如果係即係成個社會嗰個政策照顧上面嗰個方針。是有改善的時候，亦都可以將父母的重擔係放低啦。呢度，我都微信成日都 check 嘅。佢好似問我有冇有冇呢方面資助，我冇。我知道外國有人有。Evan 係嘉慧嘅預科同學，就算畢咗業之後，佢哋仍然經常聯絡。呢一日，嘉慧就約咗啱啱放工嘅 Edwin 喺觀塘食飯。佢喺我心目中咧，我覺得真係一個好樂觀嘅人。同佢出街啊，或者出嚟食飯啊，都完全唔會感受到有啲好強烈嘅負能量嘅。個人係好正面，我會覺得佢一個生命鬥士。再大部分打波時都係初中嘅同學，但係依家都少咗聯絡，因為個病嘅影響，其實真係會刻意地減少自己嘅社交活動嗰個次數嘅，都有少少可惜啦。但係我諗呢啲都當係回憶咯。因為以前我哥哥患病嘅時候，咁即係嗰陣時我未知道自己會唔會有病徵啦，咁都好一段時間係會。好催谷自己做多啲運動，其實目的就係希望，譬如屋企人唔好擔心啊，或者係即係希望可以保持到一個好嘅體格。其實都有諗嘅，即係譬如話會唔會拍拖啊？一般嚟講都係隨遇而安咯，因為我自己知道自己有我。身體狀況，亦都知道就係一個困難嘅點嚟嘅。到而家呢一刻，都算係接受到你最多就話，即係點解咁唔好彩。而唔係話我哋好想生存。你死或者去輕生，你要有一個動力噶嘛？嗰、那個動力喺邊度嚟？我諗，我而家諗唔到嘅，我動力喺邊度嚟？